疫情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考验，也是一次重要的人生考验。在过去的几个月中，你们克服重重困难，开展云端实验、异地实验，高质量地完成了学位论文。你们主动担当社会责任，参加各类志愿服务，用实际行动为抗击疫情做出自己的贡献。你们积极参与疫情防控科研攻关，把毕业论文写在了科研战役的第一线。面对疫情这场大考，你们以迎难而上、创新敢为的勇气和坚韧不拔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交出了精彩的毕业答卷，展现了新时代清华人的风采。同学们，清华为你们感到骄傲，人生的职责源于对事业的追求，对家庭的责任，对社会的承诺，更源于对国家、对民主深深的热爱和忠诚，坚守不可放弃的职责。你们要在长期的历练中增长才干，你们要在关键的人生选择中坚定初心，你们需要投入一生的真情，付出一辈子的努力。同学们，你们是同新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代，这个伟大的时代为你们提供了广阔的人生舞台。你们要用长远的眼光，用一生的追寻去做超越个人价值的事，去做有长远意义的事，用自强不息的奋斗、持之以恒的努力，在时代洪流和历史伟业中书写不平凡的人生。